喜娃跟 David 分手的，喜娃甩掉 David。我不相信，你真正是遐尼啊喜欢 David 呢？你半暝啊，搁秘伫个房间内底偷偷咧哭，你莫就是讲我唔知影哦。这 David 啊，一定是伤害你，伤害你足深的，无你袂安尼，就要甲伊分开啊。好，那安尼我就做一解讲，我敢那讲一解，所以才麻烦你转达给爸，以后莫过来问我。永成哥，深呼吸。慢慢吐气，说来哦，妈妈听永琪讲了。就是，我感觉我甲 David 无适合，啊，既然无适合，就莫阁拖落去啊，紧来分开，安尼才袂耽误着对方。啊，所以就归去啦，快刀斩乱麻，安尼才是上好的方式。我咧看这号 David 啊，一定是想要双脚踏双船，一方面甲你交往，另外一方面，搁甲家少两个人偷爱暗器，对无？哥，我拜托你莫咧批评我的朋友。虽然讲我甲 David 已经分手啊，啊，不过我是甲当作是我的朋友，家少就搁较免讲啊。我知影你即马是看伫家少的面子上，所以啊，爱屋及乌，必定是安尼。家璇姐是家璇姐，家少是家少。你若是阁继续安尼落去，唔那家璇姐无欢喜，连我也要生气。永春哥，你也是搞袂手动去啦，趁永琪还袂出去，真正。哎，你就知影我真正足烦恼你个啊，所以我讲着话，才会这样着急啦。我是不会考虑讲后摆你搁要甲 David 甲家秀两人继续做朋友这款的心情，我是应该甲这个话吼甲收回来。啊，不过我若是想着讲你会这尼啊艰苦着，我敢那想我着。我拜托你，马转到好爸，卖搁烦恼我。搁再讲，我有朋友啊，我冇姊妹阿婆，我家己的生活我若过了好，我找人嘛不要紧啊 ，understand？看你就是这样倔强，你今麦表现这个态度，这样不耐烦，这就表示讲你真正对 David 哦最要紧的。哥，永琪，你对永成哥讲话态度上过无耐心啊！啊，永成哥吼，才会误会。啊，而且哦，你也是换一个方法嘞，哦，下心平气和。哥，啊，我是感觉哦。我逐天安尼闲闲无代志嘛，毋是办法。啊，我对公司的工课我嘛无兴趣，我的生活无重心。啊，我总袂用你把感情当作是迄生活的目标。那恁你按什么来做？我就想讲，飞弟爸已经嘛无伫诶，我就趁即嘛出去行行诶，当作是。放一下失恋假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好，那呢哦，我赞成。你需要偌久？三天够够，还是爱一礼拜？哥，你敢袂当莫限制我要去几工？安尼我压力就大。我想要加去几工，我想要离开都市去世界看看。那呢，你按算要啥物所在啊？啊，即摆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我都无要出国。可能去山顶好啊，遐空气较好，环境空旷，人嘛较少，会当促进思考。我顺便想看卖以后我想要创啥。遐唔过，你安尼一人出去，我真正袂放心的呢。啊，敢若留伫咧厝安尼，敢唔好？哦，你放心，我会随时甲你报平安，我嘛袂已读不回。所以，哥，请你放心，我嘛拜托你，好好照顾爸。无啦，妹。哥，我真正认为哦，我应该长大。你相信我，后一届我回来，我一定变成更较好的周永琪。阿哥，永春哥，你爱相信永琪，相信伊，伊安尼才袂有后顾之忧，才会使真正做家己。要不今麦啥物大道理拢起来你讲煞呢哈？
好啦，既然你都已经做这款的决定啊，我当然是会支持。啊，不过你若是拄着什么款的困难，有什么款的委屈，唔通吞咧巴肚内。有我，有爸，阮随时哦等咧要甲你救援的啊。哥，啊，我都讲啊，我要成长，若是一直靠你，还佮有爸，我咧是要怎成长啦？什么讲唔对话啦？好啦好啦，妹。不管你要做什么款的决定，我甲爸，我拢会支持你，安尼好不？哥，我都知影你对我上好啊，多谢你。张正浩，工作辛苦啊！我传简讯给你是要暂时告别，我要去放失恋假，欣赏台湾上水的风景。我无伫个厝的时阵，阮爸若袂记你吃药啊，你就爱做伊的小秘书，替伊记好应该爱做的代志。若是阮哥佫对你起无歹，你就马上传简讯给我，我替你干嘛？这个家交予你，我真放心。最后，你还会记得，人生有两条路，一条是想要行的路，一条是必须行的路。若是无行必须行的路，就无爱多行你想要行的路。你要行一条必须行的路，才有法度返去你妈身躯边。走来啦！啊，我伫咧讯息内底面写了足清楚，我想要去放一段长假，你莫阻止我。我唔是要来阻止你，我是要来送你。无你伫咧路林讲这话，互你毋是孤单一个人。你爹唔甘我好，你是一个真好的查甫人，你会当予人温暖，予人安慰。我无伫你身躯边，你一定要继续保持落去，千万唔通阁行回头路。你爱会记得，你妈一直伫等你。就是因为有你，我才好当甘心悔改。你若是无希望，我变成刚才迄个为非善者的张正浩，你得随时甲我看着的，随时甲我鼓励，知无？嗯。那安尼以后，我会定期传讯息予你，你嘛爱主动甲我回报你的生活，安尼好无？大哥哥，大你讲听。真紧呐，你打什么哥哥啦？唔够我智商拢变作跟你同款啦，你永保唔炸倒。好。好啦，要走紧走啦。那无我会认为，你是因为会唔甘我这个极品男人，才会唔甘走。明明不甘的人就是你，我已经到最后一刻了，还不敢承认。那安尼，我厝内迄个女儿控，也跟我妹妹控，这两控都拜托你了。当然嘛是要拜托我，那无要拜托迄个女儿。
呢，我想出来了。出这舒适圈，才算得暂时的离开。但不过你一定要记，你若是拄到什么危险或什么问题，一定要随时跟我联络，因为你是我今日家头的灯塔。若是有机会，我嘛想要做你的灯塔。